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ouis。 各位，哇，真的是暌违已久啊！我们再次开启我们的 MapleLand 系列喽。回味一下，我的天流血斩杀，和你血，去杀一下，去杀一下，杀！我有落叶斩，呜、哦，哎呦，现在这个字，哎，这个伤害感觉变流畅嘞。那一整排的伤害是我的错觉吗？真的好久没玩了。OK， 舒服舒服，还有我的分身斩。OK， sweet 啊 sweet 啊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为什么再次开启我们这个 MapleLand 呢？那就是我们这一位，我们的世界旅行正式开放喽！哇哦，太怀念了，天哪，世界旅行啊！那我们 MapleLand 的世界旅行也是跟之前看到的一样，就是目前只有开放这三个地区，第一个。Tayman， 我们台湾西门町，第二个 Yerborn， 我们日本蘑菇神社，那第三个是 Shungu， 中国的上海滩，那目前只有这三个地方。那我自己呢，哎，最想去的肯定就是我们的上海滩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先去上海滩 ，Let's go。哎呦，上海滩，哇，我的天哪，感觉我等下鸡皮疙瘩会起来哦。护照日期还在吗？还在啊，我刚去完韩国啊，我的护照是很新的，没有问题。出国咯，出国咯。哦，要来了吗？藏不住的笑。哦，哇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哦，我的眼睛，哇，哇，这两位 ，Oh my God damn， 看好怀念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包租婆，我记得我们当初翻译是不是叫包租婆？是包租婆包租公啊。哇，天下无双，中华第一装备店。好奇妙啊、哦、那这个全都在韩文的地方看到那个中文字，刀剑斧枪矛杖弓弩全刃。OK， 各位来了，出发！哎呦，还有这个警察，哇，还有这个，他当初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记得他有一些简单的任务，是不是？啊，一百个，刚没看仔细，一百个鸡蛋是吗？不会吧？还有鸭蛋呀！我的天哪、啊，好怀念哦！哦，还有这个摄影师，我对这个摄影师的印象是在神秘小军那里，就跟他对个话，拍个照就有了。哦，人说。刚一下来的那个时候真的太怀念了，太感动了。对啊，我记得那个结婚拍照军也很多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怀旧的野外地图。哇，公鸡跟鸭蛋还有绵羊，哇哦，太怀念了。好像都有人在练等是不是啊？好像开个隐身好了。哦，后面有了老山羊了，各位，绵羊、山羊，这个山羊死掉的声音 ，Oh my god， 这个画面 BGM 哦，因为我也不太记得了，我也记得我有听过另外一种版本，不过说认真的，确实也是有那个版本，对吧？好像有人说有换过，但没关系，刚才那个场景足够经典了。哎，有鸭蛋，有鸭蛋，在这，在这，我要鸭蛋，我要鸭蛋。哦，有了啊，就是这一颗圆滚滚的鸭蛋。哎呀，真的太怀念了。蜈蚣王哦，蜈蚣王怎么去啊？我们先逛一下这边的图，应该不会太复杂吧。分身术哦，还要解任务哦。哇，那我可能暂时去不了咯。哇，哎呦，公牛哎。呜、哦、哎，怎么没声音？哎，他没有死掉的音效哎。好，我们往后走吧。收集品除了鸡脚、鸭蛋都要100哦。没关系，有空再来解吧。下次，下次一定解。自己放上海滩哦。收看看。哦，对了吧，对了吧。对了吗？对了吗？哦，有那个味道咯。
OK OK， 那这个，我也觉得这个比较好听，我也觉得黑山羊。哎，那个黑山羊死掉的声音感觉更难听呢。哎呀，你死得好惨啊。嗯哼，我好像到底喽，这个地方 NPC 有用吗？哎，抱歉，对他按了封闭炸弹。嘟嘟嘟嘟嘟嘟。那这边有什么隐藏图吗？看一下，这些草丛啊什么的，有吗？有 feel 吗？还是这里没有？通常不是最后一张图都有些隐藏地图，但看起来是没有。好，我们往回走吧。刚才有另外一个传送点，我们等下往右上走。对，蜈蚣王他们说要找警察姐那个钳子，但要收集道具啦，就之后再来吧。今天我们先看一看 BOSS 有空再来玩呢。我们之后可以 BOSS 大合集。其实现在 Maple Lane 也已经开了这个拉图斯跟炎魔了，已经快被那些韩服玩家打烂了，一堆人在刷。哇，龙咆哮！好你血来这边虐菜是不是？跟我一样来回味的是吗？反正也在刷那个任务哦，感觉他在刷任务素材。这也遇得到龙咆哮。哦，好多人哦，两个朋友在这边练等。我这边练等确实不错，三十级在这边练确实蛮好的。不过不知道山羊会掉什么哎，不晓得。好，到底了，看一下哦，又一个警察官哎，那应该也都是任务 NPC。안녕하세요저는임경임경찰입니다。哦，他叫做임경찰，哦，林警员。好，那看起来这边应该也到底了，那就是啦，之后就是要解这个任务，解了之后就可以打蜈蚣王了，对吧？就是要解那个警察任务，应该说公安吧，我记得上海滩嘛，上海滩是叫公安是吧？要解那个公安任务。哎呀，落叶斩，落叶斩，落叶斩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的这个上海滩之旅就差不多逛完喽。其实也没那么多图啦，主要还是来打蜈蚣王的。那之后我们就有空的时候再解个任务，我们之后再来打个这个蜈蚣王。那我们用回家卷再感受一下刚才那个村庄，来回家卷，然后我们重播 BGM。等我下一段来，这样就对位了。嗯，就是要这样。对位了，对位了。右边还可以走，真的吗？好啊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感觉对了，感觉对了。热气球啊，在右边是吗？哦，欸，真的耶，可以回去吗？啊，不行，没有用。哦，勇士之孙可以飞过来。哦吼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对吧？没有让我们那么爽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一个好不好？换下一个。热气球没看到欸，梯子看一下，梯子最上面按。好，我试一下。欸，我看到了，这个有个虚虚。哪个梯子？我错过了吗？哦，这个梯子哦。等一下，开了那个激素。哎，跳过头了。这个吗？这样是有还是没有？第二张吗？好，还有别的梯子。好，我再去看一下。我记得是路灯啊。好了，那我就上岸到底了啦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哎，这个看起来是一般的移动船点。哎呦，哎，有了，有了，哦，好，你们真的是考古学家哎，哦，是在椅子的上面啊，不是梯子，是椅子。哇哦，打卡成功，耶，yeah. 哦，我以前真不知道这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哎，好强哦，你们跳下去哦。好啊， I can fly， OK。 韩国路人傻眼，怎么有一个从天而降的神通？好，那我们的上海滩应该就都结束喽，地图都逛完了，那就差蜈蚣王嘛。那我们就跟我们的上海滩 say goodbye 喽。
蛮不错的，超级怀念，以前真的很喜欢上海滩，真的 太喜欢了。嗯，看一下哦，那我们就第二个 Yearborn， 我们去日本，我们的蘑菇神社。